大家好，我是大马猫本，教摄影的大马，生活在猫本。如果让我推荐一个在墨尔本最适合与初学者练习摄影的地方，我会选择 St Kilda。我之所以喜欢圣丘的原因，是因为在这150米长的 pier 上边，能够拍摄的题材非常的丰富，海景、人文、风光。如果你运气足够好的话，遇上很漂亮的彩霞，那更不可思议。我不太喜欢"不可思议"这个词儿，但是那个画面真的会美得不可思议。其实我是想看到一种变化，就是同学们刚刚拿起相机怯生生的样子，到后来任意挥洒想象力和创造力。每次看到同学们的照片，因为我在拍照的时候会教大家如何应对不同的光线和环境，但是每次看到大家的作品的时候，都会给我自己新的启发，让我对 St Kilda 拍摄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。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拍摄这期视频，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个最适合于练习摄影、锻炼打磨自己摄影技术的好地方，也希望大家充分地相信自己，其实你也可以拍非常好的照片。欢迎收看采风摄影杂志，这是一档介绍旅行摄影知识、增加旅行摄影乐趣的视频节目。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摄影外拍课，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。我是大马猫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